大家好，我叫孟宏川，欢迎来到我第一个 vlog。今天呢，我就会拍我一天的生活。Let's go。OK，大家，现在我要吃午餐先，请稍等啦。大家，现在我已经吃完早餐了，现在我会折一些纸张，我不会教你们折啦，但是我会给你们看我的成品啊，所以请慢慢等待啦。You did sometimes, seeing eyes of mine. Love, love, love. I wanna be strong, strong. We're doing wrong, wrong, wrong. But I'll try to fix it. Love, love, love. I wanna be strong, strong. We're doing wrong, wrong, wrong. But I'll change it, change it.已经拍好了啊，这个就是我的产品啊，一个新风啦。OK， 现在我也不懂要拍什么啦，所以就 OK。现在 vlog 是还没有 end 嘞，我也不懂要拍什么啦，所以现在就跟你们讲话先喽。OK， 先跟你们讲啊，等我们 subscriber 到50的话，我会拍我折纸，会很简单，我知道。不过我也没有粉灯拍啦，有什么粉灯你们在下面写咯，有什么东西要我拍咯，你就在下面写咯。然后到100的话就 Q&A 咯。然后我 subscriber 如果到150的话，我会拍 prank。然后如果到200的话也是 Q&A 咯，每100个我就会做一个 Q&A， 所以如果你要看我做什么折纸还是拍 prank 咯还是 Q&A 咯，很简单，直接叫多多朋友 subscribe 给我 subscribe 给我，对啦 subscribe 给我，然后呢然后叫他们 share 我的 video 也是这样子咯。所以现在我也没有什么东西要拍了的啦，所以也应该是要差不多 end 了，不过也不是这样快 end 啦。 OK， 现在差不多 end vlog 了，所以呢我今天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第一个 vlog 啦，今天的，然后
别忘记按 subscribe、按 like、按 share， 还有跟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我们下集见。